这是河南焦作，这地儿有一个东西特发达，是什么呢？就是网。每个饭铺每个酒店，我不能说美国啊，就是我住的这地儿和昨天晚上我吃过饭的那些店，他们都把他们的 WiFi 是 open 的。open 的也没用，为什么？我手机特费电，我也从来不用充电宝，所以我手机就没电了。我平常主张人跟人之间联络就是打电话，因为打电话是可靠的。最近电话诈骗特别多，诈骗特别多。一般手机卡有三大功能，第一个功能是语音电话，就是我们打电话拨通了就说话，是不是你那人你基本上能听出来，是吧？你心爱的人，你至亲的人，平常跟你来往多的人，你一听就知道是你哥们儿还是骗子。第二个是短信通讯，短信通讯就有点悬了。它可以是点对点的发给你，也可以群发。平常我们碰见老碰见群发的，那个比如群发的，我这凉鞋我踏了着走路，别给我摔了。我呀，这边酒店呢的卫生可能差劲，毛巾什么的都很旧，所以我就不用。早上我把自己洗一遍，再把我自己晾干。你要开开了？开开了。还要个啥？还有啥？我去看看，我看看，我先看看。好嘞。这个，就这种油炸里边有馅儿的，巴基斯坦也吃这东西，但里边那是巴基斯坦也吃。现在都叫营养早餐，这条街叫烧烤街，昨天晚上热闹着呢。当地出山药，就是淮山药，焦作古代叫淮庆府。所以你看，什么全是山药。嘿，这是月季，月季洋人叫玫瑰，为什么叫玫瑰呢？你看，玫瑰这英文也好，英文叫 rose， 肉丝儿，就是肉丝儿，听着就特性感。但中国叫月季就更性感了。为什么月季呢？每个月准时像来月经一样来，所以叫月季。然后洋人把这月季跟中国的、跟世界的玫瑰结合到一起，就这么大花儿。你看这地儿，这烧烤肯定老打架呀。警察提醒，警察提醒，不要打架，打输了住院，打赢了坐牢，打架成本高，下手需谨慎。你看看当地多有文化，是吧？不要打架，打输了住院，打赢了坐牢，打架成本高，打架需谨慎。这种有文化的、有文化的地儿的警察都有文化。警察全天不打，这字念什么我不认识，就是警察全天不下班，但您最好别光顾。就是人民警察这还能见着警察，不像我们北京都见不着警察，全是协警辅警，来了一问三不知。但穿着一个制服，耗着纳税人的钱。你看，这是淮庆府山药酒坊，山药都酿酒啊，古代这叫淮庆府。淮庆府出四大淮药啊，山药是其中之一。我还知道，就是那个菊花，就是爆菊的，有的这么大，有的爆菊爆这么大。那个菊花还有什么东西，一共是四种，都是古代淮庆府的。到了近现代，这边大炼钢铁，焦作我们土都烧焦了啊，烧焦了，往焦了作，我不念焦作，念焦作。上海那女的写了一个小说叫作女啊，作呗，吃点呗，喝点呗，点儿辙没有，作呗。
哎，焦作，所以现在就是有人种作假，有人使化肥，有人使农药，所以它这个四大槐药里边的真正的药性不多了，竟是假的，没有药性，产生尿性了。怎么叫尿性呢？尿素化肥呀，化肥中最重要的就是尿素，没有药性了，改尿性了。嗯，但是这儿依然有好多地儿离不开山药。你看这儿，这叫赵云特产啊，长山赵子龙开的。你看看，猪鱼果，就是山猪鱼吧，啊，山药酥、山药酱、山药粉、山药素，全是山药。嗯。山药，全是山药。嘿，这铁棍山药，野王槐铁棍山药，又长又硬。又长又硬，这些都是山药做的酒。嘿，四斤山药一斤酒，容易吗？你看看人家，四斤山药能做出一斤酒来。这是，但是这么多好东西，自有基地1000亩，啊，1000亩。为什么呢？现在他们都这么说，1000亩1000亩的，哎，有问题，就是这山药啊，种一年山药，必须歇10年，年年种山药它就不长了。为什么？山药消耗地力。昨天我都说了，啊，山药这东西好，是吧？刚才那个叫，又大又硬，又长又硬，山药这东西好，但男人吃多了，女人受不了；女人吃多了，床受不了。啊，男人女人都吃了，地受不了啊，所以地不能种，它太消耗地力。嗯，啊，这东西又长又硬，所以叫铁棍山药。你想去吧，是吧？槐庆府的铁棍山药跟他妈铁棍似的，那个郭德纲相声里边，大铁棍医院找捅大夫，是啊，今天做人流，明天就上班。吃过早餐了没有？啊，我先走走，哎，我先看看。干嘛去乐园去？哎，啊，对，我也听不懂，他们都说的古代的怀州话，怀州话，已经每天早上一起了，就老听见那些老头子，比我还老的糟老头子在那儿啊，噗，在那儿随地吐痰，随地吐痰。到了这个地儿，嘿，这叫云台山，这是个小镇，叫云台山。到这儿了，嘿，你就不想咳嗽，也没有痰，说明这儿的空气是正常的。我们帝都那空气不正常。他们这儿的早餐哈，基本都还是油煎的。油煎哈，按理说就不环保，不是环保不环保？哎，它首先就那油，北京以前就烧烤，弄得乌烟瘴气的，是吧？一进北京城，闻见都是烧烤味儿，啊，都是麻辣烫味儿，啊，那个炊烟滚滚，他妈真是吃货。所以早上一见面，哈噗，吃了吗？你吃了吗？哎，这个地儿呢，哎，就烧能闻见点大自然的气味，是吧？比如刚才我就闻见了，月季的气味，就中国月季跟洋人玫瑰配出来的杂种，那个花儿又大又香啊，月季。哎，这地儿的饭跟别地儿不一样，驴火，这是郭德纲他们家那边过来的。郭德纲莲子粥驴火，一看是白洋淀那边过来，白洋淀雄安那边出。哎，出莲子吗？这念淤泥半碗，冰粉冰汤圆，大早上就吃冰的。驴肉火烧13元，肉夹馍12元，素夹馍8元，看来还是肉贵，是吧？肉，
叫什么黑命贵白命贵，肉比菜贵。所以我生活省钱嘛，因为我只吃菜，我是素食，素食，素食。你看这儿修的都跟美利坚似的，是吧？就来开发这种贫困山区的都是美帝回来的留学生。你看看，呵，云台山售票处，这上云台山还得售票，售票，卫生间，这卫生间也都修的跟五星级似的，由这儿过这个售票，云台山售票。你看，红日，我都不会唱了。这革命歌曲常年不唱啊，就得曲不离手，曲不离口啊，拳不离手。照在东方，抗日的烽火，太行山上，看吧，太行山。这边太行山呢，是太行山的余脉。伟大领袖那时候盘踞在这儿，叫一座叫做太行山，一座叫做王屋山，就是愚公啊，就在这一带。由这过去是晋中，是山西的晋中，山这边是河南，山那边就是山西。哎，你看看，这就是云台山。云台山，现在啊，好多词儿你一用不好，哎，就有人举报你，是吧？文字这个东西就在于它的不精确性。它是文学，它不是科学。科学说一日三次，一次三片，那给神经病吃的药。哎，可以这么说，哎，一日三次，一次三片，如果不是药，而是那什么，而是文学，是吧？啊，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伟大领袖的是虎踞龙盘金盛西，天封地覆凯尔康，这都是正面的词儿，是吧？你说我说我盘踞在这儿，哎，就马上就有人会说了，你这盘踞是不是丑化什么呀？你想多了，你上学太少，想的太多。哎，你他妈不读书不看报，所以你想多了。你多出来走走看看世界，你没知识也行，出来长长见识。小柯我认识，这怎么冒出一老柯来呀？小柯我认识，这是冒出一老柯来。小柯知道不知道？大学生持学生证，本店可享85折优惠。你看，人家就尊重大学生，大学生持学生证。优惠85折，我是大学生的老师啊，是吧？现在这个什么都凭证也不好，哎，人整天都带着证也太功利了，拿证说话是不是？像我们皮下中学就没有证，没有证，上大学管大学，皮下中学，那叫什么？我现在记不清了，我小时候是那个，上大学管大学。用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改造旧大学，对，对，大乔生嘛。你看这儿的学，这车都是彻底引进的美帝的啊，校车，是吧？这你要不知道，要不除了这个耳边这大喇叭，这不停的这儿叨逼叨叨逼叨，你绝对认为你到了那哪儿了。美国那叫什么东西？内华达呀，科罗拉多呀，犹他呀，哎，美国中西部那些州，哎，今天那边那一州叫什么？蒙大拿呀，蒙大拿那州今天又出新新的了，
州长亲自签署，从今天开始，是今天吧，哪天我没听明白，要严禁抖音啊，不知道抖音怎么了啊，他们那边不叫抖音，我们这边叫抖音，声音的音啊，不是阴阳的阴，那阴阳阴那抖音那不让抖人家啊，抖音，抖音也禁了，那边他们不叫抖音，叫 TikTok 啊，就跟我说我老用对讲机 walkie talkie TikTok， 那边给禁了，禁了对我没损失，首先我不翻墙，我就没 TikTok， 在中国叫抖音，抖音也没有啊，我就没那不弄那东西。好多人岁数大的人都说他低级趣味，低级趣味，低级趣味倒不低级趣味，他给我封了啊，把我给封了。哎，为什么？就是说我的，哎，我的知识性、趣味性不适合抖音，我适合抖音啊，他们那边抖音，所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是今天是。哎，美国蒙大拿州吧，蒙大拿州靠近加拿大的那边比较偏僻啊。还有蒙大拿州我不熟，俄勒冈州我熟，我老出穿丹大鞋。人这一辈子一定要有一个学习的习惯，另外得有一双好鞋。哎，我一年四季基本上穿丹大鞋，不是我买的，都是美的进贡给我的。美的认为我整天走路，现在我腿脚都不行了，我还走路。但是丹娜好像不造凉鞋，全都是登山鞋。我夏天穿的就不得不穿 T 袜，我现在穿的是 T 袜。这小镇呢都修得太新。也许本来就新，哎，你看又红又绿，人家有永和豆浆，他来一个合记烩面，是吧？挺逗的吧？都看着似曾相识，这合记烩面装修的颜色又跟肯德基似的，最早学习啊就是山寨，后来山寨之后觉得都不好意思了，就可能。哦，多少钱？油条多少钱？三块钱。嘿，我们家地精才卖2块钱。鸭儿胡同里记那油条2块钱，这是，那是油饼。啊，护国寺那小吃2块钱，这卖3块钱，难怪没人吃呢。他还说他们家，还自己说景区都这价，你们垄断价格呗。但是人民有办法，人民不吃你的，你看你在那儿空着，哎，是吧？没人吃，为什么？你那价格离谱了，哎，你自己不能说统一景区都这价格，你们是一伙的，哎。小米、南瓜、三药粥、红枣、八宝粥、包子、油条、螺蛳粉呢。价格就是一杠杆是吧？哎，你计划你的，我市场我的，贵了我不吃，我到下一站吃，哪儿便宜我吃，谁到集中到这街上，这商品街，这商品街就得交税吧，都是新房子，新房子就得贵，我宁肯去老农民他们家，哎，便宜不便宜倒是小事儿，我看老农民吃什么。我都到了太行山底下了，我都到了云台山了，我来这儿吃商业的饭馆里造的工业品，能安全吗？是吧？我到了农民吃他吃了，哎，吃了半锅，剩下那半锅那锅底儿，哎，这就叫学习知识长见识 walkie talkie 啊 walkie talkie 就是边走边说 walkie walk and talkwork and think， 所以联想的笔记本啊，以前叫 ThinkPad， 现在叫 ThinkPad， 是 IBM 发明的。IBM 能做2纳米的芯片，
2纳米的芯片，哎 ，IBM 一直赞助我电脑，后来 IBM 做更伟大的事去了，不做电脑了，做芯片去了，就把 IBM 的 ThinkPad， 它的王牌电脑卖给中国联想了，中国联想也继续赞助我，每年给我一新电脑，哎，好像奥运会之后就没给我了，据说到奥运会透支了，也不知道真假，反正奥运会之后就不像以前那么每年准时给我一个了，还有就是这个 ThinkPad 的电脑越做越结实了，不像以前老坏，哎，我那旧的 ThinkPad 还用的挺好，还用的挺好，Think and work work talk， 所以thinking working worky talky TikTok TikTok 封号了，封号了，我没 TikTok TikTok， 哎，他把我给封了，结果美帝把他给封了，是俄勒冈州还是蒙大拿州啊，我没记住，你看这狗都文明礼貌，一看有人过来站起来立正，就说明他是文明的狗，文明的狗，这是睡莲，我们家门口什刹海也有睡莲，这东西据说是从印度引进的啊，季羡林都这么说，季羡林说北大未名湖那个荷叶都是他引进的，这个睡莲这东西哈，我老觉得特性感，老跟慵懒的少女起床赖在床上不起来似的，另外总觉得鬼气森森的，是吧，觉得妖啊，中国说文解字还是辞海上面说，妖者美而淫也，妖者美而淫也，假的假的，倒是挺有文化追求，但是也就都是装呗，装呗，我有幸从事了这个职业，这个职业，所以到现在我一镜到底，我一镜到底，警察提醒不要打架，打输住院，打赢坐牢，打架成本高，下手需谨慎，有文化的警察，有文化的警察，路上就是北京啊，那些房地产商防虫子，房子卖得贵，他就发现北京周边，北京跟河北省交界的地儿，那些房子是河北省的土地，但他修那别墅把门朝着北京市，所以前门是河北省，后门是北京，就炒作了好多房子，比如北京西北延庆，延庆县现在叫延庆区了，延庆区紧挨着河北省的怀来县，那个地儿呢就是就是有一处别墅啊，他卖的是北京的房价啊，比北京房价低点，河北省的户口，那个地儿呢我刚才看着就眼熟，那个地儿就整个克隆的美国中西部的一个小城，好像叫库地，好像叫库地，我去过那个地儿呢，为什么有名呢，我怎么去过的，那地儿出过一家人，出过五个美国兵参加二次大战去，我去在库地的墓碑上见过五块墓碑紧紧挨着在一起，消灭法西斯，自由属于人民，他们家那五个儿子分别参加那美军的五个部队，二次大战中死了之后埋回去，应该是科罗拉多州或者怀俄明州，或者我不记得了，我年轻时候去的，然后他们把整个美国这个小镇克隆到河北张家口和北京之间的怀来县，他们把这个地儿原汁原味的引进，
他们把这种别墅区叫原乡。嗯，我还闹都不懂这原乡怎么回事，刚才我到这儿发现他们是河南人引进的。嗯，你看这儿有卖房的广告，就叫原乡。我现在知道了是吧，哎，在家里光看书不行啊，看书学的是知识，出去得到的是见识，知识加见识，就是伟大领袖毛主席说的，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反过来为实践服务。哎，伟大领袖就是英明，我们就要学习伟大领袖。原乡。